那是梦，多少人追过他。밖에서나스타죠학교에선전그냥평범한학생일뿐이랍니다像之前欧尼这么正的女性肯定从小就是校花你看看高中就美成这样너또한번이러면죽어뭐아가씨시간좀있으면영어아주잘하더라너她二十岁以我的野蛮女友走红在就读的东国大学立刻成为风云人物不像千颂伊大学念十年都没毕业之前欧尼本人可是很认真上课在学校就是朴素学生打扮顺利四年就念完以全智贤小九届的学妹润儿也是东国一枝花而17岁以少女时代出道就走红进大学时人气正旺像低调马博哈都每次到学校都会引发骚动最近又忙着谈恋爱功课自然是兼顾不暇念了五年还没毕业明星校花比润儿大学念得还久的大有人在大正妹金泰熙念韩国第一学府首尔大学也是因为演艺工作太忙了念了六年才毕业韩家人一样大学念了六年都比男星为了脱兵役念得还久呢但还有更厉害的性感歌姬李孝利19岁就出道捞钱都来不及了根本没空鸟学业足足念了8年才毕业